好，我是中央儿少代表吴若云。大家好，我是中央儿少代表谢倩如。欢迎收看 Yes Girls， 来创造未来线上论坛。为响应联合国国际女童日，重视女孩及投资女孩的精神，台湾从2002年起，将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台湾女孩日。卫福部社家署也逐年规划台湾女孩日的宣传活动，而今年是我国第9个台湾女孩日。今年的台湾女孩日代言人非常的自信独特，她曾经登上8000公尺的圣母峰，近年来也致力于推动进山活动。知道是谁吗？让我们欢迎这些年来不断跨越舒适圈、突破刻板印象的詹乔瑜。Hello， 大家好，我是詹乔瑜。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今年的这个女孩日的代言人。我的志业是登山，那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那种不断的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那种感觉。而我听说今年这个台湾女孩日，为了倾听青少年的声音，特别规划了台湾青少年世代意见调查。我非常期待这个开箱结果，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里的想法哦。那在我们开箱跟开始这个论坛之前，让我们先来欢迎更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一直很支持儿少权益的卫福部次长李丽芬次长。次长好。好，大家好，我是卫福部政务次长李丽芬。那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女孩日线上论坛。近年来我们在台湾还是世界各国都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女孩成为公共领域的意见领袖，那在各种议题中勇于发声，发挥影响力。今年的标题我们就是 Yes Girls Let's 创造未来，那就是要呼应我们的国际女童日的主题，我的声音，我们平等的未来。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呼吁各界都能够来倾听我们女孩的声音，为大家，为女孩创造一个更为性别平等的未来来努力。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万花筒剧团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未来方程式，你们准备好了吗？收彩。好不好？太过分了！看我的，跪拍臭屁股！什么东西啊？你好奇怪哦！不，哎、你真的有放屁，好臭啊！哎呀！被我臭倒了吧？好痛啊！
妹妹，怎么是你啊？你有没有怎么样？我没事，对不起，我刚刚自己在玩，也没有看到你。有没有觉得很臭？什么东西啊？这飞机看起来好酷哦。这是谁的？我的。你的？你好奇怪啊，那个飞机模型没有女生在玩的啦。对啊，那是男生在玩的玩具吧。嗯，哪有奇怪，你们才奇怪吧，为什么女生不可以玩飞机模型？嗯，也是哈。哎呦，跟你们说啊，其实我也很喜欢飞机，我的梦想啊就是开一架飞机，呜咻，完美落地。皮皮，你也喜欢飞机哦？对啊，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天空之城学开飞机啊。哦，你也要去开飞机？嗯。哎，我跟你说，开飞机这种帅气的事情就交给我皮皮来做就可以了。可是如果皮皮你去开飞机的话，哎，那底下的人会以为下大雨了。为什么啊？因为你有惧高症，他会被吓到尿裤子。你不要乱讲哦。好啊，猛猛，那你那么爱睡觉，你就去睡觉之城啊。什么睡觉之城啊，那么奇怪的城啊。而且我已经想好我要去的地方了。哦，我要去科技之城是天才在去的，你是猪哎！哦，那你应该去美食之城。我们猪虽然爱吃，但我们也是很聪明的，好不好？我可是已经立志要成为电脑工程师的猪哦。碰碰，你是要去打电动吧？嗯。有那么明显吗？可是我听说啊，要正式开飞机要先通过测验，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哦。啊，一次只有一个哦？那我跟妹妹一起去不就有人开不到飞机吗？哦，妹妹，其实还有很多城市等着你去探险呢、哦、像你是女生啊，你就可以去服装之城啊，或是美发之城啊，或是护理之城。啊、就是不适合去天空之城啊，因为女生不适合开飞机。我不要，谁说女生不适合开飞机的？我跟你说，职业啊是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的，所以就算是女生，只要经过训练，也可以成为很厉害的机师。哦，我觉得有道理耶。谁说猪只能去美食城啊？我也可以去科技之城那边打电动啊。啊？我是说打电脑。哎呦，妹妹，拜托你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啦！我跟你说，开飞机真的很辛苦哦。你们女生就适合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啊。我不要，女生又不比男生差，这个机会我才不要让给你。哦，好啊，不让就不让，反正到时候教官二选一的时候一定会选我。那可不一定。好，那我们。撞得巧，蹦蹦、啊、我们走。不是嘛，不要吵架嘛。哎呦，妹妹，皮皮讲话比较直，你不要放在心上哦。我相信啊，女生也有机会可以开到飞机。我知道，谢谢你碰碰。友情切八段，一段两段、五段。哎，等一下，太快了。我一定要成为很厉害的机师，让爸爸可以无忧无虑的坐飞机。今天城市探险去了哪些地方呀？是美容之城还是美食之城呀？我去了天空之城。你看，我通过了飞行官的测验，这个是飞行手册，他们说下一次就可以练习开飞机喽。我不是跟你说过你要去天空之城吗？你为什么还是去了呢？爸爸，我是真的很喜欢飞机嘛。美美啊，你喜欢飞机可以用看的嘛？啊，不一样，我是想要自己开飞机。那你可以去打电动啊。也不是，我是想要那种可以在天空上飞的飞机。那你可以坐飞机嘛，为什么一定要开飞机呢？爸爸，你为什么都不支持我？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开飞机这件事情啊，非常的辛苦又危险，不适合女孩子去做。谁说女生不能开飞机？爸爸，你知道的啊，我从小就很喜欢飞机嘛。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当然要把握机会好好学习。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教练说啊，这次呢要开的是小型的飞机。美美啊，美美，你听爸爸讲啊，你还有很多城市还没有去过啊，或许有其他更棒的城市啊，比如说女孩子都会去编织之城怎么样？你可以当服装设计师，不错吧？我不要，我就是想要开飞机。而且我跟你说，我最想开的飞机就是医疗救难机。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你变得跟你妈一样。一样？什么一样啊？一样。啊？一样漂亮。哎，大家都说那个我们家美美眼睛最像妈妈了。对。不对，爸爸。是不是妈妈跟我一样想要成为飞行员啊？哦，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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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停！你妈不是想当飞行员，她就是飞行员。哎呀！我就知道呀！哇！我是飞行员的女儿，所以我才想要当飞行员。哇哇！嘿嘿嘿，爸爸。那你为什么都不支持我啊？因为我会怕啊。怕什么？你是大人呢。我怕我会失去你。为什么？你妈妈她其实就是一个开着医疗救难机的飞行员。哦。那一天，她在暴风雨当中，为了要载一个病得很严重的病人，结果引擎被闪电击中，飞机迫降，他受了重伤，还没有送到医院。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因为我不想要你跟他一样去当飞行员啊。我已经失去妈妈了，我不想要在有一天还会失去你，所以我没有办法支持你。对不起，美美啊，美美，飞行员问卷调查第一题，为什么想要当飞行员呢？我的爸爸最怕坐飞机了，我觉得一定是别人飞机开得不好，所以我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机师，让我的爸爸可以无忧无虑地坐飞机。老婆，我这样子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吃早餐，肚子有
有点饿，头妹妹，我们是明天再来。等一下，皮皮，你不是要跟大家证明你是一只不怕高的猴子吗？对，我不怕高。我不怕高，我不怕高，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你在说什么啊？不是啊，我不怕高，我不怕高。呼叫塔台训练机 PM01，申请起飞，请确认。塔台收到，塔台收到。训练机 PM01，准许起飞。Over。皮皮，看，我们要起飞了。哦，好，要起飞了，要起飞了。爸爸妈妈，妹妹要起飞喽。叔叔阿姨，你也要保佑我哦。我不出点头皮皮，你看，哇，妹妹，我们成功，我们飞上天了耶！好美啊！哇，平常看到好大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都好小哦。皮皮，你不害怕了耶？我本来就不怕，我只是在让气氛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啦。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我的右边，左边。浑身捡回来。哎，不要这样，我会怕啦。对不起，我不应该动你的。皮皮，你要不要开开看？啊，怎么开啊？来，双手握着操纵杆。双手。对，像这样。双手握着。没错，我在开飞机。你在开飞机了？我在开飞机。我在开飞机耶！看我的急速右转，耶！自由落体，超级翻身，呀！恭喜两位成功通过我们这一次的飞行训练。虽然呢、
整个过程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但这个结果呢都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所以妹妹是皮皮是总司令在这里决定要颁发你们结业证书。哎，恭喜你。谢谢总司令。嗯，恭喜你。谢谢总司令。报告总司令。是。没有那个亮亮像星星的东西吗？亮亮像星星的东西。啊，你说飞行勋章啊？对，飞行勋章。你还敢跟我要飞行勋章啊？啊，我在塔台上面都有看到，就是因为你乱驾驶飞机，才捅出这么大的娄子来。要不是美美啊，啊，美美是啊，美美很棒，美美来这边，谢谢。要不是因为美美啊，她够冷静，掌握所有的情况，而且还自己主动学习迫降的方法，不然你们两个早就已经完蛋了。我看啊，我应该要没收你的证书才对。报告总司令。干嘛？哦，我说怎么了？总司令，请你不要惩罚皮皮。要不是皮皮鼓起勇气帮我们恢复引擎，我们的飞机也不可能成功迫降。嗯，看着美美帮你说话，而你又真的很努力的份上，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啊。哦，那勋章我真的要没收你的证书。不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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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美美啊，是因为你这次英勇的表现，不仅让你还有你的朋友都平安的归来，更证明了男生做得到的事情女生也做得到，更透过合作的方式让飞机免于坠毁。所以总司令决定这一次的天空之城飞行勋章我要颁给你。美美，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美美啊，你刚刚的飞行爸爸都有看到，我们家美美真是太棒了。爸爸，你不会阻止我开飞机了吗？美美啊，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失去妈妈以后就变得很胆小，我害怕坐飞机，害怕失去你，还差点害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还好我们家美美很勇敢，你爸爸很勇敢，所以爸爸为你感到骄傲。来，这是你的飞行勋章。谢谢爸爸。好漂亮啊。美美，虽然你害我没有拿到飞行勋章。嗯，我是说我害我自己没有拿到飞行勋章啦。多亏有你，不然我就完蛋了。皮皮，你在说什么？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我哪有救了你啊？有啊，要不是你恢复引擎，我们怎么可能成功降落呢？啊，那你以后还愿意跟我一起飞吗？当然愿意啊。好耶。因为我们是小小飞行员。等一下，你们还不是小小飞行员？为什么？因为你们还没有吃过飞机餐。走，总司令请客。耶，爸爸香蕉口味的。耶。
好精彩的艺术剧。梦想可以不受性别的限制，只要是自己喜欢的职业，就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很好。就像刚才次长所提到的，政府每年积极推动各项女孩权益的宣导，鼓励各位女孩们勇敢接纳自己，突破刻板印象，自信发挥。看完精彩的短剧，是不是还不过瘾啊？其实有许多关心女孩权益的嘉宾也为台湾女孩日准备了惊喜的祝福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未来，每年的十月十一日是台湾女孩日，而我是今年的台湾女孩日代言人詹乔瑜。我非常热爱登山，我藉由在登山的过程中一次一次的去挑战自己。那我也希望各位女孩们可以跟我一样，我们努力的去突破框架，创造未来，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加油！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积极的发声，展开各式行动，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以及影响力。在这里要向各位女孩们说，我们是谁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世界由我们来创造。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王月豪。每年十月十一日是国际女孩日，也是台湾女孩日，推动台湾女孩日系列活动，为台湾女孩人权发声与培力扎根。 Yes Girls Let's 创造未来，让我们持续陪力女孩发光发热。Hello， 女孩们，你是独特的，你就是你。即使环境不友善，一定要活出不平凡的自己。大家好，我是杨千梅。十月十一号，要大家一起来响应台湾女孩日，一起追求更多女孩的权益，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尊重多元平等的社会。大家好，我是 DX 台湾的发起人徐新慧，邀你一起支持台湾的女孩子们，希望每个女孩都能够勇敢化知道为做到，并且积极的为自己身处的环境发声。你就是自己的超级英雄。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小红帽。月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别让这么自然的事阻挡你去追求梦想。祝大家台湾女孩日快乐！今年台湾女孩日的一大重点是台湾青少年世代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年龄区间12到19岁的青少年们。在20天的调查期间，总共收集了有效问卷1868份，样本数量的男女比例则是男生40%，女生60%。相信大家对于调查结果都非常的期待吧？想知道我们年轻人的脑中都在想些什么吗？那现在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5个面向。第一，因性别而至的挑战及自我价值；第二，生涯探索的态度；第三，常听见的性别刻板印象描述；第四，关注过期投入的议题；而最后，想对台湾女孩们所说的话。我也很想知道跟我们同年纪的青少年的想法与回馈。话不多说，开箱仪式开始，邀请乔宇姐姐帮我们先开箱第一个议题。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因性别而至的挑战与自我价值。那我想要先请问一下若云和倩如两位儿少代表，如果满分10分的话，你们对自己的自信程度打几分呢？还有你们觉得自己自信的来源是什么？我会给自己打9分，因为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不因性别所拘束，像是出门参加活动，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权等。对比历史，女性要裹小脚，不得随意出门，不得上学的状况在台湾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女权意识抬头，女性也可以参政，像是我们的第一届女性总统蔡英文就是最佳的例子。我给自己评的自信分数是8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还蛮自信的人，而我自信来源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父母，因为从小我的父亲都告诉我说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而我的妈妈也非常鼓励这样子的教育和这样子的发言，而他们也从来不会因为我的发言，因为年纪或者是性别或者是价值观跟他们不同而质疑或者是不尊重我的发言，而且他们还会针对我的发言和我一起做沟通和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养成了开口的习惯，也让我在面对社交场合的时候或者是陌生环境的时候不太会胆怯，也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
好，那没错哈，大家的自信分数都是不一样的，那原因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成长环境啊、学习过程啊，以及人际关系等等的。那这次的问卷分析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发现哈，就是我们看到在数据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女生哈，在学校里面受到师长的关爱以及同侪的支持哈，其实是明显比男生还要有优势的。可是在自我价值这个部分，我看到我们的青少女的一个回答，那反而在自信这个部分、价值这个部分的分数都比男生还要再低哈。所以我想要请问我们的若云跟倩如啊，你们能不能来跟我们谈谈一下你们对于这个题的结果的一个观察？我想可能是因为社会价值观下造成的自我不认同。就内在而言，虽然近年来已经开始讲究男女平等，但是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仍旧是存在的。像是女生要温柔啊，坐着的时候不能把腿张开，女生比较细心、比较贴心等，都是社会给予的期待。当社会期待遇到自己的女权意识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思想错乱。我们到底该按着社会期待走，还是做自己？如果没有按着社会期待走，会不会因此受到伤害？以外在来说，现在的商业手法对于女性的塑造也会加深性别刻板印象，像是医美会宣传丰胸美白，韩国女明星就是每个都小蛮腰或是大长腿，古装剧的女生的每个都巴掌脸、温柔贤惠等大众认为女性应该有特征。当大众看到这些事物，会多少会加深女生的一些印象或是期许，女生也会想要让自己变得像媒体塑造的形象一样美好，符合大众期待。当自己没有办法达成理想中的样子时，我想多少也会变得较没有自信。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自信的人，但其实在之前的某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的人。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生活中社会大众给予女性的期待或是对女生的期待是更高的。比如说当你担任小组组长的时候，大家会期待说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你会温柔的指导大家，要去带领大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对师长部分那边女生的分数会比较高的原因。但是有的时候当你的本身做出来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大众对你的期待的时候，就会导致说他们会给你一些负面的评价，也会造成对自己的一些伤害。那在中学时期，其实对我而言，其他人的评价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会听进去每一句话，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也会导致说这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所谓的指教伤害到我自己。那后来现在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从容的面对这些，那也会逐渐让自己变成越来越喜欢的样子，而不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是认为其实因为我们以这个表上面统计说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个想法，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不见得一定是一种负面的想法哦。因为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许比较高嘛，你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要达到更高的标准，所以反过来才会说觉得自己还不够好。那其实重点在说，当你发生了就是有这样子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朋友啊、师长、家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当你发现你的小孩有这种比较负面情绪，觉得自己一直都不够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鼓励他，给他一点自信，然后要让他觉得说这些东西你的不够好不是挫折，你这些都是你的经验，然后你要把它当成是一种进步的动力。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认知到自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你也可以去面对自己的错误，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谢谢我们三位的分享。我们看到不管是来自我们的社会环境啊，还是人际互动啊，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少女对自己、女孩对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刚刚乔宇讲得很好，负面这个部分我们转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考，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其实这个想法是可以来改变，然后来变成我们提升自我的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点。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题的开箱。好，那第二题呢我们看到的部分是我们青少年对未来的憧憬跟目标，那前三名是有份稳定的工作是70%，期待自己成为
一个有影响力的是43%，那未来希望能够出国深造这个部分，我们大部分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其实在自己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蓝图哈。所以呢，我这边也要请问我们两位儿少代表哈，倩如跟若云，那你们自己未来的有什么样一个想法跟憧憬呢？在这里我会想要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位男孩每天都会到海边将被冲上海岸的海星捡起来丢回到大海。他会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海星被冲到海滩上的时候是没办法自己回到太阳的，如果晒到太阳海星就会死亡。如果有只要有一天一个渔夫看见了，对这个男孩说，为什么你要这样丢海星？世界上的海滩到处都是海星，你为什么不要这样丢？你丢不完啊，你这样做能够改变什么？这时候那个男孩就对渔夫说，只要捡到一个海星，就一个海星得到新的生命。的确，我无法捡完所有的海星，但是至少我手上这只海星的生命便因此而不同。我相信大家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有陷入迷茫、陷入低潮，甚至是经济窘迫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人给予帮助，或许我们的生命就会因此而转变。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是能够成为故事中的男孩，成为救赎别人生命的人。虽然如此，但我也想要成为那个被丢入大海的海星，在救赎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救赎，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以温柔眼光看待世界的人。那我的话，其实从国中开始，我其实就非常向往可以去国外求学生活。那所以当那个清单看到里面有提到说未来出国深造的部分，其实完全就是在我梦想清单里面。那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其实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大的设限。我给自己的期许是让现在自己成为会被自己未来的自己所感谢的人。虽然对于大学的校系啊、未来职业这些，自己心中都还是会有一些构想，但是我觉得这些构想啊、这些目标其实不算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比较像是我成长途中的中继站。那我真正希望的是我能够为我现在正在关注的社会议题还有所在乎的这些问题能够带来实际的改变以及影响。因为在我国中的经验当中，我发现我参加那些活动还有我做的那些经历或者所做出来的选择，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升学。那上了高中加入儿少代表之后，我发现更多在自己生活圈之外的社会议题或者是出现在生活当中的问题。那在关注之后会发现，其实与其去想自己只在乎自己，我觉得去为社会带来改变反而是我更想要去做的。那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带着这样的初心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也想对所有还在寻找自己目标的年轻人或是学生说，其实不用纠结于一定要找到一个毕生所爱，或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我的梦想最重要的那个目标。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兴趣啊、志向或者是你在关注的议题，其实都会随着时间去改变。那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太纠结于这个部分，但是最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初心是什么，然后一直记得自己的初心。那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都要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并且找到每一件事情当中的乐趣，其实这样就够了。那我也相信每个愿意为自己努力的人都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好，我们要谢谢若云跟倩如的分享哈。那可以感受到你们真的对未来的目标都有很多的思考，还有很多的方向。那这次我们调查，我们访问到询问青少年要达成目标的方式呢，那我们也从看到这个相关的数字，也很惊奇的看到，就是说，我们青少年其实都很希望自己透过不同的领域的学习啊，然后获得不同的技能，用多元的方式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那其实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啦，大部分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未来跟自己的目标其实也都是还在找寻，还在思考。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反观我自己，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说你这么有自己的目标，这么有自己的理想，做着我爱做的工作，没有错，但是其实想当年，对不对？想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会彷徨，也是一样会不知道自己未来目标到底是什么，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也跟说你自己接触的东西非常有关，就是你接触的视野够不够广泛这样。所以会建议各位青少年就是多看看世界这样。所以呀，很谢谢乔宇跟我们的分享哈。那其实我也是还蛮好奇说，其实在这样的你在寻找你的目标跟方向，那你是怎么样子去发现自己的目标？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遇到困难你又是怎么去坚持下去的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你再来跟我们嘿？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结果论去说的啦。就说好，现在大家看到我非常有目标，可是其实像当时的我，我可能或许因为功课不好啦，所以刚好这课业就没有太过于着重。那我后来从我现在回头看回去，我也是其实非常建议，就是各位青少年们，课业是重要的，没有错，但是你不应该把你全部的你的生命全部都投入在这个升学啊课业里面。因为建议大家尽量去参与不同的社团，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去开阔，你才会比较容易先去找到说，哦，原来我对这些东西是有兴趣的。那你发现你是有兴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学习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有动力。那像我那个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接触到登山社嘛，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如果我今天对于登山的认知就只是一个走走路散散步这样，我绝对不会这么投入。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发现说，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技能要学习，所以因此我开始疯狂的想要去知道，想要去学习。那你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不知不觉的我竟然慢慢的学习到了非常多，甚至以前老师怎么教啊，然后老师被当掉的啊的一些科目，我竟然这样就因为兴趣，所以我反而学习了更多。然后我不但会有这个应该说这个动力，学习的动力之外，我也取得了相对的成就感。然后因此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相辅相成，让我可以支持到现在。好，那对，关于你说那个有影响力的这个，谢谢乔宇的分享。因为大家像你们说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个我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啊，所以我刚刚对不知道怎么直接去回答这一题，就是我一直在这个领域，然后一直的。我其实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嘛，所以没有这么高尚。没有，谢谢乔宇一路的努力，然后也看到给我们的少女们一个启发。我们如果坚持下去，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梦想。好，那我们是不是来所以现在是对，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下一题进行之前呢，就有收看直播的朋友我们先看一下这荧幕的下方，等等有抽奖游戏，然后记得在贴文下方留下指定的留言不要随便留言，指定的留言然后就有抽奖的机会哦。好，我们下一题。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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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题开箱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让次长和两位的二少代表来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以下我会先念出十个性别刻板印象的描述，你如果常常听到的话，就是帮我举一下这个加一的小牌子这样子。然后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帮忙记个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回答跟我们等一下开箱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相似的这样子。好，首先第一个，女孩要有女孩样。好，第二个，男性应该要表现得刚强。第三，男生比女生更适合读理工科系。第四，女生比较会做家事。有危险的工作不适合女孩子做，这个我好像很常听到，很有感触。好，来第六，女主内男主外，都听过。对，这是代表年纪吗？是跟年纪有关系。女孩子要装一下，留一下面子给男生。我又举了。对，来家族事业适合由儿子继承。倒数第二，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少子女化，大家都要嫁，都要结婚。说的好像男生不要。好，来，女性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糟糕，我全举了，怎么办？我也是全觉，我总共加起来拿到了十分，全部都听过。其中对于男生比女生适合就读女工科、理工科，还有危险的工作不适合女孩这一点超级有感，因为我本身就读工科的学校，全校
3200人当中有1/4全部都是男生。我们有钣金科啊、汽车科等比较危险或是耗体力的科别，就完全都没有女生。由此可见，男生比女生适合就读理工科这样的刻板印象仍旧存在。因为在升学选填志愿的时候，家长会希望女生不要从事危险的工作，如果叫她选择就读高职，也会建议女生去读商科学校。如果想要读理工科学校的话，也会找少数适合女生的科系就读，像是土产科啊或是化工科。因为理工学校大部分都是男生嘛，男生多，如果你到一个全班都是男生，然后女生只有一两个的班级，然后家长就担心啊，我女儿会不会被男生欺负，就很担心自己女生的女儿的安全，你知道吗？殊不知都在欺负别人。对，不过我觉得择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我想大家在升学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期盼所有的爸爸妈妈可以更开放且尊重我们的选择，毕竟行行出状元，未来是自己的，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走。嗯，虽然我分数看起来好像很低，我只有举三个，但是其实这三个是我只举三个的原因，是因为这三个是我生活中最常听到。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家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两个都是上班族，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所以这个部分性别刻板印象部分在我家里面给我的影响比较小，也让我对于性别刻板印象举的牌数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啊，这十个的描述其实都是比较，这样讲好吗，就是比较老一点，上一辈一点的描述，其实在对不起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其实不太会有像是就说哦，你女生要女生的样子，比较会说啊，那个你这样腿合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比较隐晦一点的描述，他不会讲的那么直接，但是他会有类似的意思包括在里面，但是用不一样的用词来包装这样子。那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之前在上公民课的时候，有一次讲到就是婚姻啊，还有财产部分，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说女生一定要是被娶进来，然后被娶进来，然后女生一定要是嫁到男生家里面去？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过去，或者是一个是进来？为什么女生一定要过去，然后男生一定是把女生娶进来？我觉得这样子的用词，对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性别刻板印象，但是还是都会在生活里面，但是不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小了，反而是大家都已经习惯这样子融入在生活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那我会觉得说，虽然纠结这种小小的用词听起来好像有点矫情做作，但其实也可以发现说，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还存在那种或大或小的性别刻板印象。那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多注意一下这种小小的用词或者小小的行动，在生活中落实性别刻板印象，哎，不是落实性别平等，对不起，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的。好，那我也是十分，我本来以为说只有我十分，因为我年纪最大，我从最早期的那种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性别不平等其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认为说哎，这几年来应该整个性别平等的那个宣导教育应该有慢慢的渐渐的落实哈，想不到还有两位少女哈一样跟我十分哈，所以代表我们政府真的还要再努力哈，我们真的是还要再努力让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女孩更加的一个友善哈。那其实今天有个题目叫做有实体，这实体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是有在进步的哈，就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男孩男性们其实现在很多是越来越愿意来分享家事哈，然后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男性们越来越希望能够来扮演父亲的这个角色，更加的一个积极，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的未来哈，这个性别平等的一个环境其实可以越来越好的。虽然说我也是举十啦，但是其实也感受得出来有许多还是有许多有降低的趋势，而且你其实还有说话的人的年纪也当然也是会有关系啦，所以还是看得出来这个趋势是好的。那其实从这边可以看来说，大家其实还是真的听过不少性别就是刻板印象的描述，然后那我当然相信我也希望那就是这个会随着年代而有所变化，总是要越来越好嘛，我们要进步啊。对，那我们先来看看青少年，然后他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刻板印象有哪些，然后前三名分别是这个女孩要有女孩样，虽然说我其实总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女孩样啊，然后男性应该要表现得比较刚强勇敢，
哦，其实这些有时候我们也会告诉自己说，我们不希望男生去把我们定义，我们也不要去轻易的去定义男生这样子。嗯，好，男生比女生适合读理工科系。诶，我会希望说，就是像你们学校这样子的性别落差是自由去选出来的，就大家都是凭着自由的意识去选择，然后刚好出现这样的落差，当然会希望尽量不要是由我们社会的这种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去造成这样的选择啦。那当然是希望这些都能够慢慢的进步。那不过从这边其实也还是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社会对男生跟女生就是分别的这种社会期许，可以这样讲吗？对，社会期待还是有些不同啦。嗯，啊，我要谢谢乔宇帮我们做的一个分析哈。那我们看到这个调查的结果，也看到前四项那个分数都蛮高的，这个刻板的那个印象都达到70%以上，好，所以比例是非常高的哈。那也可以显示，就是我们青少年在生长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在整个社会期待，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性别的框框。好，那刚刚讲的就是女孩要有女孩样，那刚刚讲说，诶，什么叫做有女孩的样哈？那男生是不是应该表现刚强？男生为什么不能够流眼泪呢？好，那我觉得说，从这样一个性别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衍生出来的那个价值的一个框架，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不管是男孩跟女孩在自我的追求以及成长的环境当中哈，其实都会被局限哈。那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也会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框架能够打破，让不管是男孩跟女孩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能够有好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开始下一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青少年们关注过或投入过的议题。那在公布分析结果之前啊，希望现在大家可以拿起手边的纸笔和我们一起猜猜看。嗯，好，大家都写好你们的顺序了吗？好，那让我们来看看青少年们关注的议题的前五名，分别是性别平权、教育文化、全球暖化及环境变迁、多元性别人权以及环境污染。我的排序是性别人权、多元性别人权、教育文化、全球暖化及环境变迁和环境污染。我会关注性别平权的议题，原因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 Google 搜寻引擎，如果你们在 Google 搜寻引擎打入女生应该不应该，或是女生不会不能、女生需要不需要等关键字，搜寻结果竟然会出现女生不应该拥有权利、女生不应该工作、女生不应该当警察、女生应该乖乖待在家里、女生不会开车、女生需要安于守自己的本分、女生不能教男生、女生需要更多了解男生等结果。就会发现就从一个非常常日常常使用的东西，就会发现国际间对于现代女生始终抱有不平等看法的事实。因此全国现在就不停地推动性别平等的概念，其实有一天我们在 Google 搜寻引擎上打入关键字时，它出现的结果应该是女生应该要有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不应该再继续受到性别的歧视，或者是女生不能接受这些既定的看法，需要被同等的对待和接受。那我自己关注，其实我顺序跟若云的是一样，那我自己最关注的议题其实是性别平权以及性别平权和性多元性别人权一起，然后还有教育文化这两部分。那其实我会关注这两个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新课纲的关系，在我高一高二的期间，其实蛮多的老师他们都有针对教育部推的一些议题啊，或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来去推动要求我们做一些报告啊、讨论等等的。那我非常印象深刻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有做过一场报告，然后就是老师要我们分享性别平权的相关的概念，没有告诉我们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或是跟大家介绍什么。那我们那一场我们报告的方式是用将性别不平等比喻成病毒，然后用防疫记者会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说，哦，今天如果你遭受到性别不平等病毒的入侵的话，那你会有哪些症状，像是说什么哦你要有女孩一样啊，类似这样子，用这样子生活化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其实性别不平等其实都还在生活当中。那我们其中有提到一个一直都大家都应该都有看过的例子，
就是在那我们报告那段时间，我们大家都有看过有个在 YouTube 上面非常红的瘦减肥食品的广告，然后它的广告方式是用动画用漫画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在说一个很身形比较丰满的女生，然后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就男生因为嫌弃女生的身形比较丰满之后，就给那个女生戴绿帽啊劈腿啊，然后女生就很崩溃，一定是我自己不够好，男生才不爱我，一定只要我变漂亮男生就会爱我，然后女生就会吃了那个广告的减肥食品之后她就变得更好，也就是更瘦，然后男生就很后悔，然后说你怎么变得那么好看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说这种广告，而且那我最印象深刻是那个广告在我们报告准备报告那段时间，其实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不断的刷不断的刷，你可能点开三个 YouTube 影片就有其中一个广告是那个减肥食品的广告，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还是很常能够看见给予女生的期待是哦你要更好看，就是你要变得更瘦，或者是告诉女生说哦有你被劈腿一定是因为你长得不够好看，你太胖，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性别刻板印象都还潜藏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这些部分。也这个报告也让我自己学到一课，去跟我告也分享我的同学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在生活当中更加注意去落实这些性别平等的部分。我觉得我写这个写得有点困难啦，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题目其实应该浓缩成两题。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在想说，我想说性别平权部分啊跟这个多元性别人权其实对我来说它都跟教育有关。第一个，因为如果当这个国家我们的教育是平等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并且我们的教育是开放性的有尊重的，其实你知道性别的平等它就是讲一个尊重嘛，你不是讲说每一个人从出生就一定什么东西都一样，你不要说女生跟男生天生有不一样的地方，你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也都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其实就是尊重啊，那尊重怎么样得来，其实就是教育嘛。然后再来这个多元性别也是，我觉得也是一样，就尊重别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是一个教育的议题啦，所以我就想说这三个好像是同一个。对，然后再来全球暖化跟这个环境污染的部分啊，我也觉得是同一个，它就是讲环境嘛。那但是我会先选环境与污染，因为大部分的人一定会先从自己生活的周遭啊去感受，你一定会就是你最亲近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像以前的淡水河很臭很脏，还有步入年纪也糟糕。对，然后到现在变得比较干净，像你现在如果去一些比较稍微没有那么进步的国家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遍地的垃圾或什么，你就突然觉得台湾其实还算是有进步的。然后但是再去你可能去一些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家的时候，你就会羡慕他们说原来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你会先从周遭开始感受。那其实当你周遭的这些环境开始注意的时候，那当然就会开始牵扯到就是全球的议题，你才会开始关心更广泛的地区，关心这整个地球，所以在我来看这其实是两个议题。其实我蛮认同刚刚曹宇有说到那个尊重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大家都说要性别平等，但是然后要说要尊重每一个人，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尊重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的事情是，有些老师会告诉我们说我尊重你的选择，我尊重你喜欢女生，可当看到你真的跟你的同性伴侣站在一起或是做出一些情侣的动作的时候，他反而会露出不认同的表情，可是他说我尊重你啊，可是你不能要求我的表情要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尊重并不是嘴上讲，是你要打从心里真的去认同这件事情，去尊重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我的顺序我不知道会不会差我们的青少年年纪太多岁了。我是先选一哈，因为我觉得我们通常会去关心议题的都是跟自己最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的青少年其实现在都在学校哈，所以我想说他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教育跟文化。好，那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我会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也跟刚刚曹宇讲的，就是说其实它是有连结在一起的哈。那我第二个我认为是我们的青少年现在应该会关心的是性别平等，那其实性别平等我们一定要多尊重多元的性别的人权，好，所以这两个是一起的哈。那再来就是第三个，我会觉得我们应该会先关心空污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因为空气不好等等影响到健康，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我们青少年应该会关心环境的污染跟空污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当然跟我们的全球暖化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我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哈。那不知道说有没有跟我们的青少年差距太大？
那从调查结果，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女生关注多于男生的议题前三名分别是性别平权、多元性别人权和种族族群歧视，而男生关注多于女生的前三名分别是交通安全与治安维护、科技发展及交通外交政策。虽然说男生跟女生关注的前三名议题完全不相同，那其实单就各个议题，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发现说，都有来自男生和女生的关注以及投入，甚至有些议题的男生的男女比例是非常接近的。在进入最后一题前，提醒收看直播的朋友，记得参与画面下方的小活动，可以参加抽奖哦。好，那我们今天真的讨论了好多议题。那刚刚有提到说啊，我们的性别平等的还要再努力哈。那这边也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去年呢，我们的行政院有做109年，我们有做的一个台湾民众的性别平等观念的一个调查。那109年的分数是75.6分，那今年110年呢，我们有微幅成长了1.6分，今年有77.2分啊。所以虽然进步一点点哈，可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还是往着前面哦迈进哈。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开箱跟调查，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台湾青少年的想法跟梦想。那也借这个机会呢，也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请听我们儿少的一个声音。嗯，这一次的开箱啊，让我看到其实我们台湾青少年是真的都很有想法，那当然这非常需要鼓励大家，因为你们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对不对？所以要尽量再多给自己一些自信啊，然后相信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是可以办得到的。然后我们对目标往前看一点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最后我们大家的座位旁边有这个签名的板子，对，然后我们请写下一句话，然后我们一起再贴到这个女孩日的墙上，给女孩们的祝福。好，我们今天都事先写好了。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让我们把祝福的话哈，我们来贴到墙上，好不好？所以这边有四个空位，嘿，那我们就把它撕起来贴上去。都贴好了吗？hey, 我要给我们全国的女孩一句话是相信自己，勇敢逐梦。好，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女孩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也希望能够持续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我要分享的话是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怕千万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相信自己，做自己，不要为性别而画地自限。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真心渴望，全世界都会来帮你。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成为自己喜欢的自己。希望各位女孩们可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自信讲出自己想讲的每一句话，让现在自己成来会被未来感谢的人吧。那我想说，现在可能很多都还在这个处于找寻自己目标的阶段，这个年纪嘛，所以那我会希望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想要找出什么才是自己真心想要这辈子此生的追求喜欢的东西，首先你可能要先做到的是你不要受困于别人对你的期许，也就是说当你去感受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用你的真心去感受，而不要心里想着说哦，我妈比较喜欢我做这个，对，我们家庭对我有什么期望，这些东西先抛掉，这是我给女孩的一句话。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代言人乔宇，还有我们两位儿少代表，我们的简如跟若云哈。那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这样子直播哈，大家都很紧张哈。可是其实今天很谢谢所有我们线上来收看的所有的朋友哈。那今天我们2021台湾青少年世代意见调查开箱成功哈，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让大家更加的关心我们青少年、青少女哈，那一起来支持女孩的一个权益，那我们要来努力创造一个性别平等发展的环境。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一起跟线上收看的朋友说拜拜，拜拜，再见。